大家好，联合国粮农组织诚邀您于7月1日参加 AGRIS 2021年线上年会。年会的主题为“战胜饥饿，关键在于知识共享至关重要”。本次活动将着重介绍 AGRIS 在知识共享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可持续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您将在活动中了解粮农组织如何通过知识共享支持战胜饥饿，加入 AGRIS 的三大原因，以及怎样成为 AGRIS 数据提供者三个方面的内容。活动将提供6种粮农组织语言的同声传译，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和中文。加入我们，了解更多。7月1日，不见不散。